对啊，每次我老婆工作回来，她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公主回来啊！”就跑过去抱她妈妈，亲她妈妈。所以你的心里第一名是妈妈哦。嗯哼。哇，天哪，妈妈融化了。所以你们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还有救，还有救，救了。我回到家，刚好相反，她看到我之后，我回来的时候你会怎样？撒谎。会跟他聊天，然后他聊完之后，你会跟我说什么？你要去睡觉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大王，小的要睡觉了。那你跪安吧。对。那跟妈妈呢？跟妈妈就比较不会。哎妈，你回来啊。你他刚刚说不会对话，普通对话啦。普通对话。就他生气了。